大家好，欢迎收看 L Channel。 今天就很想讲一下英国的意粉为什么会有 28p 的意粉，同时之间有个10磅的意粉是会放在旁边。当你会发现去到超市里面见到意粉的区域，你应该很容易就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个价钱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事实上价钱是受到两大的主要原因去影响的，一个就是原材料的质量，另一个就是它的生产方法。首先呢，就我们就从一个原材料的质量去讲，通常呢贵的意粉呢都是由高品质的小麦和水来制成的。高端的意粉呢通常是用的小麦呢通常都是来自意大利，例如硬质的小麦品种杜伦小麦，这种小麦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面筋，是非常适合制造这个意粉的。有机的小麦呢一般来说都会比 non-organic 的都更加贵的。相反便宜的意粉通常都是用低品质的小麦，可能会导致意粉的口感和营养值都会偏低。制作意粉呢用的水质都是非常重要的，高端的意粉通常都会用天然的泉水或者井水来取水，会令到它的口感会更加特别，它的质地是更加好。而便宜的意粉可能就是用普通的自来水，可能会有些污染物，也有机会影响了意粉的口感和质地。除此之外影响价格呢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个制作方法。传统的制作方法呢是用青铜模去制作的，它呢可以呢整到意粉呢是可以更加粗糙的质地，所以是帮助面呢去吸收它的酱料更加容易挂到上去。但便宜的意粉通常是用胶的物料，它的倒模会令到它的意粉呢更加光滑，有一个光滑的质地。好处就是快，但是呢所以呢成本低，但是意粉就容易挂到了而执着。便宜的意粉和贵的意粉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控光它的个方法。贵的意粉呢通常是用低温慢光为主，所以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3-4日。那它呢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什么，就可以令到它的质地风味营养都可以保持到。但是便宜的意粉呢通常都是用高温快光的方法，可能3-4小时就搞定，但是令到意粉呢个质地会更加脆弱。通常你会见到通常啲光滑有少少啡啡地颜色嗰啲，嗰啲就一定系高温烘干嘅。咁咧，我哋以一个贵价意粉为例啦，系嚟自意大利嘅一个家族式传统嘅意粉制造商去制嘅高级嘅意粉嚟嘅。你见到呢一包意粉咧，系比平时意粉系贵好多。第一就系呢一个牌子噶啦，系用优质嘅有机硬质嘅小麦粉啦，可以话咧系被称呼为咧最好嘅小麦之一嚟嘅。而呢种小麦咧喺意大利嘅南部地方种植嘅，系一个好高质素嘅地方嚟嘅。而且用一个传统嘅方法啦，佢系用一个低温烘干啦，3日啦，咁所以咧呢种慢慢乾的方法是可以令到意粉的味道和質感都是更加出色的。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它這麼慢才做到，所以它每一年做到的意粉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它這個價錢自然就貴很多。我可以說這隻意粉是貴到我只會放在家裡的櫃裡擺放，是用来望住去欣赏，我真系食唔起呢种意粉啦。至于我都想讲下我对于30p 意粉嘅睇法啦。嗱，点解可以做到咁平咧？我嚟到英国都觉得 O 晒嘴。咁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当然大量制作，咁当然大量做嘅嘢就一定可以平啦。另外佢嗰个生产方法咧都系简单好多嘅，即系譬如佢用好多机器啦。所以它可以快很多，也可以減低成本。另外呢它的質素呢的用的原材料呢是相对比较低，你不知道它的大麦在哪里来，也不是一个很特定的地方。所以呢结果呢
做出嚟嘅意粉嘅質地同味道咧，可能都會爭啲。咁最後啦，當然就係佢嘅包裝封上都簡單啲啊嘛，一個包一個袋裝住對意粉，咁就 OK。所以其實已經減低咗好多好多成本。但係最後咧，我想講嘅嘢就係、是，其實係唔係代表平嘅意粉就代表一定質素差咧？其實真係唔係，因為我覺得意粉咧其實係講求自己嘅口味啦，第一樣嘢一定好緊要嘅。而我覺得好嘅意粉本身對我嚟講係一定要做到幾樣嘢，第一一定要口感好咯，第二最好嘅當然有一個小麥嘅味道啦，第三就係、是、佢究竟掛唔掛到嗰啲汁，這個先係最緊要的。即係一提一提嘅就係價格咧較低嘅意粉咧唔代表質素差嘅。平嘅意粉咧，其實都仲係可以俾到好多人好多嘅選擇嘅。通常咧，如果我嚟咧，我就會揀翻一啲真係冇表面咁光滑、啡色嗰啲乾意粉，我會揀翻啲表面粗糙啲啦，有啲粉粉地嘅感覺。因為咧，通常咧呢一種意粉咧都係比較容易掛汁，這個真係煮意粉比較緊要嘅嘢嚟。咁其次當然彈牙都好緊要啦。咁但係30p 嘅意粉都可以做到個效果，但係咧30p 相對嚟講就比較難做到掛汁嘅效果嘅。咁呢個咧就係可以解釋到點解英國嘅超市會有30p 嘅意粉同埋10磅嘅意粉嘅主要原因。最後咧喺呢度咧都想做翻個 conclusion 啦。今集咧終於可以解釋到點解會有30p 同埋10磅嘅意粉嘅分別啦。咁對我嚟講，我就唔會揀30p 嘅意粉，亦都唔會揀最貴意粉。最貴意粉我真係食唔起，咁所以咧，我就會揀噔噔噔噔，就係上一集我介紹嘅意粉。上一集咧，其實喺菜單度咧，我已經介紹咗我會揀嘅意粉，因為我相信係可以，我相信呢一個價錢對我嚟講係可以做一個 compromise 啦，喺營養、口感、食出嚟嘅效果同喺價錢入邊咧。可以攞到個平衡，咁希望呢段片可以幫到你下次買意粉嗰陣時咧，可以諗一諗究竟我哋揀意粉嗰陣時有啲咩原因，有啲咩因素我哋要考慮嘅。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買到好嘅意粉啦，自己煮到好食嘅意粉。拜拜。